这版杰还可以打野吗？应该可以吧，没改吧。打戴安娜闪现打出来，奇怪，撤退的时候被那边卡住了。你没空过脑瘫烂死。还有饼。哎呀，可惜。马中怎么跑到自己输一等啊？通闪，哎呀，我以为他是狮子者，猜错了。拜拜。怎么这样还会死啊？加入是扶不起呀、啊，要走了，不来了。帮他们帮那么多，他们应该自己可以了。哇，被蹲到。这边有狮子，不是啊？你一直拼狮子干嘛？干，你就被他单杀两次，你拼他装备干嘛？我已经用命帮你换安娜的头给你，你一直拼狮子干嘛？狮子又不是我养。你要收了，好，等一下收了给吃给我看，求你了，拜托。
干，两只残血，追不过他哎、欸。没事。可以吃了一波shutdown，哈哈，可以，张得漂亮。这龙可能来不及，有可能在吃哦。但我们看能不能留个人。勾他，勾他，勾他，勾他。No。哎，洗吧。完蛋。放了，放了，放了，放了！啊！干，他们拉出去了！哇！哇！他们拉掉了，回血了！干，好紧张。脚好痛哦，亚米德。这边有个门，考虑一下。我考的是考虑一下，反杀吉林上面。跑不掉的。这个门，考虑一下。嗯，强者特权啊！这条巴龙是我的强者特权啊，强者才吃得到的。他偷到你怎么不夸？不用夸，不用夸。机超机超，没什么好夸的。那我玩的这么好，你在喷三小金人儿？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大家和气生财，不吵架的几率赢的有75%。哎、欸，来了。为什么他们要开大？干！会死吗？啊，死了！哎、欸，为什么要吵架？对不对？哎，石头还有大，撞一波，把这冰清掉。可以吗？好像有点慢。凯撒的局，看这把戴安娜怎么这么肥的、啊？我来看看。一开始好像被他拿了个双杀吧？看我记得后面也是在下路杀了不少次回来。哦，靠北啊，被这小兵看到了，红叶。难怪。这边要不要直接大了他躲第三组大的？哦，这边吧，这边我送了两个虾蛋，送了两个虾蛋给戴安娜，从此起飞。OK， 懂了。干，下次还是不要贪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